跟大家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中科院史玉俊。好，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了，感觉你蛮有经验的。好，把时间交给你了。OK， 介绍一下团员，我们的吉他手王志阳。来，另外副吉，我们的副社长彭博荣。好，贝斯手刚介绍过了，社长林玉杰。鼓手是我们的阿虎胡宏嘉。我是主唱陈廷浩班班。那这首歌要送给每个人心中最美丽的女生，我要送给我的女朋友。这首是 You Are So Beautiful。主唱范文轩，我刚听完吼，有没有很爽的感觉？下一首吼更多好不好？来，下一首 Bury Tomorrow。
声加尖叫，哎，我真的很好奇耶，哎，为什么你的声音可以这样子吼啊？啊，都不会烧香啊？啊，不会啊。啊，教我一下好不好？每次我主持完都会烧香，你到底用哪里？你到底用哪里发声啊？你是有特别去学这个吗？有，就自己学一下。那到底在念什么？一直不讲，不是不是，这样到底在讲什么？说。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可以不用背歌词。啊，对啊，就没有人听得懂哎。哎，要不要透露几招来教一下？有没有想要学？啊，没有是不是？没有是不是，我这不想学，教一招，教一招，教一招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还是不愿意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是不是？反正他们在收东西嘛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！那就是，好是什么？有叫人的，嘿嘿，哎呀，嘿嘿，嘿嘿，等一下，这个有教吗？这个算教啊？你只是把那个声音拿，啊，这样，好啦。如果好了，我希望呢，大家都是这个都是自己的专业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希望你未来能够更好，好不好？然后有机会呢，一样再多唱几首歌曲给同学们听。好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听完呢乐团的轰炸之后呢。